好个端庄清雅的名门闺秀，我的天，美到我说不出话来了。她穿这套好漂亮啊，典雅漂亮，果然她还是合适这样的妆容。白皙的皮肤，红红的嘴唇，每次好看的妆容都是如此。说这两个人吧，呆呆的，可可爱爱的，就连被驯化的模型都一样一样的。难道真的应验一句话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？今天六一儿童节，哥哥妹妹集体营业，妹妹今天发状态很漂亮哦，清新靓丽呀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哥哥新剧开播，妹妹发出视频，看来是很开心啊，而且卡点的哥哥生日哦，这也是替哥哥开心啊。妹妹微博发出自拍照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妹妹打着伞，但是伞的外面我看到了字母 X 和 Y。 妹妹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熟悉？这个动作是我也喜欢你，这个动作对妹妹又一次做说明，对妹妹来说意义非凡啊。妹妹这是要向谁表白呢？妹妹的自拍照片，这是在自己卧室拍的，后面墙上一个果盘，果盘里一只可爱的小猪。重新定义自我空间的新清洁标准。哥哥现在是被紫环抱，整个天空都是紫色。把时间和生活还给阳光，迈向哥哥自己的光。哥哥今天有剧要播，但是上午还是发了博，巧不巧，